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第四个表演的小组，发挥最为稳定，现在的积分排名第二的小组叫做开心大呲花，他们上周的排名是第四名，今天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效果嘞？我们一起期待他们今天带来的小品的名字也很好玩，很有意思，叫做白蛇转啊转，掌声有请。最后一次给他们排练，希望最后一次也是最好的一次。再搏一次，搏一次，这个取得更好的名次，不能老在中间晃悠。对其实这次的尝试就是我们前两期的颠覆，完全的颠覆。对，觉得值得期待。是啊，姐姐，我来了。怎么这么跟都跟丢了呢？走的也太慢了。姐姐，你可是千年的道行啊，我哪有你修行深呢？至今为止，膝盖以下才分开叉，这走道啊还拉不开单呢。快去叫门吧，亲儿。好的。哎呀，姐姐，这样叫姐夫太唐突，我先捯饬一番。其实你姐夫啊，没有那么多的车。干哈你这是啊？不是你能不能整点人出？这是人间。哎呀，好吧，好吧，快去叫门吧，别让姐夫等急了呀。好的。妖孽，谁？我乃大天竺国降妖驱魔人那达兰德星。不认识。无礼啊，原来是烂德星大师啊。失敬失敬，今日我让你青儿回家去见相公，还请大师行个方便。哦，那就请进吧。谢谢大师，青儿，我们走。走。啊！妈呀，姐姐有埋伏。我要青儿，青儿，大师，我们无冤无仇，这是为何呀？我在这儿已经等候你们多时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干啥玩意儿？耍了啥鸡啥？你是啊？哎呀，姐姐明白了，快拿点零钱来给达夫走。你俩不但人蛇相念，还敢戏弄本尊，现在我就要收了你俩。哎，且慢大师，听我解释。其实我与那相公可是真心相爱的。姐，别磨叽了，掏家伙干他。青儿，冲动啊，青儿！雕虫小技，看我法宝！啥玩意儿？紫金钵盘！呸！那叫紫金钵盆儿！呸！那叫紫金钵盂儿！姐姐，你真有知识！知识改变命运呐！少废话，快到碗里来！切，你才到碗里去！白素贞，干哈呀？不好使！哎呀！啊，对不起，大师，是这样的。其实我真实的名字叫木西地图鲁番女哥海拉格拉巴德罗可可西里小鹿村伊丽莎白素贞。名字太长记不住啊！你呢？我的名字叫小萝莉的艾克松亚历山大玉冰心埃土憋情。名字没我姐的长，但是你记不住，因为有时候我也记不住。这玩意儿废了，看来
只有使出我第二件法宝了。瞧瞧我瘦抹披风吧，你破坏。这是一款由潘多拉星球天然蚕丝手工制作，物美价廉哟。哪里能买到呢？问得好，沈阳五爱市场西区二层均有销售。你们没必要知道这么多，受死吧！你呀，有点尴尬，虚惊一场。哎，停，大师，我可以帮到你什么吗？看来只有使出我的必杀技了，终极降魔片。这是。这本宝典是由中国喜剧力量编导组亲情编写，尤其是上面的咒语会让你们欲哭无泪，欲罢不能，受死吧！你们谁外语好，帮我看一下。What?Pardon? Give me. 什么？拿来我瞅瞅吧。So easy. 原来是这样的呀，青儿。跟姐姐一起念吧。的。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大师，青儿啊，大师哪里去了呀？我在找他。姐姐，大师在这儿。Oh my god！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啊！哎呀，给他炖了，回家给我姐夫补补。无礼。啊。清蒸可好？嗯呐。走着。音乐响。好，谢谢三位。我们还是要听听我们中国喜剧力量最权威的三位评委老师，看看他们对你们今天的表演是做以什么样的点评呢？有请胡可老师。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特别佩服屈大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必须得把掌声送给他。对，他学那个蛇的那段，对对，那个什么撇着腿的那段。这个小品应该是在创意上也是非常好的，今天你们的表演应该在你们每个人的程度上，我认为已经发挥到了极致。谢谢老师。也是很高的点评。好感动，演得非常好。今天看见呢，就是屈俊光有另外一种味道在里面，就是特别爷们儿又不娘不爷的那种感觉。那个感觉挺好的。你们是一个示范作。谢谢老师。我今天看呢，我就觉得在我指导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我忽略的，我在指导的时候没有告诉你们。祖兰老师上了试验啊。姐姐我来了。可以舍可以 S 一点。姐姐，我来了！哇，哎，我跟你说，现场的观众可能没看到，祖兰老师恳请您转过来，来一遍看看这个后面，现场的观众绝对会有尖叫声。您背对着我。谢谢我们祖兰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台下稍作休息，谢谢。我们其实每一次演完出之后，就是都有一种感觉，哎，这期演的怎么样，或者就是在台上是什么感受。但这一期下来之后，我们觉得哎呀，就是其实不用去想了，就是下边观众的笑声已经给我们肯定了。